好了好了，哎，终于安装终于好了。问题不大。哎，这个佣兵怎么回事啊？这佣兵，死肥就是好。五命调香。哎呦，这不又没了吗，兄弟？啊，不是，这刀是真的没了。白给呀，浪散乖。往后面去，先知那里，先知那台应该修了不多，修不完，他开局躲我的先知。兄弟一台，戒指娃娃一台，戒指本体再去。兵来了。直接切吧，我们应该用不到闪现了。还好，接着是残血，他们还要摸一下。如果摸的话，如果我还要救这个人的话，还要救这个调香师的话，给鸟。抢救，给鸟抢救，那就没有鸟给这个调香师跑，再摸。配合输了，赶紧去把中间这台击沉。不着急先。他们差点击了，他们已经没了。
但其实就放他们修就也无所谓。黄凯斯，哎，对啊，我怎么不打杰克？怎么还把杰克给忘掉了？应该没有人玩钱。冒险家，助手是结实用品。只要不保一线皇城，这什么东西啊？佣兵，救赎师，中间没人吗？抓周叔，这翻了。插刀就完事了，赶紧打，反正迟早要打，即使能够在这边。慌的一哦你。他妈信都不信你能修这么快，肯定是娃娃帮他修的。娃娃呢？直接让他秒住。你还不跳，给你跳你不跳，下一步要么接石球要么用命球，开三台了，不一定啊，冒险家在，冒险家好像在摸一摸，摸箱子。哦，冒险家开了一个。大房一台，园丁。
拖船送包，他们可能会直接亮。主要有冒险家，冒险家他可以抢点。赶过去吧，他应该没时间摸枪，摸那个摸宝，应该没有宝。哎，开局开机了。还好。拖个传送出来，然后打开门站吧。冒险家在修。明明是个满血，就有点烦。把他赶走。积压的不错。两个人。啊，这门开。皮啥呢？明明还有马上起来。老七，这个人能挂？他应该赶不到。这个人肯定死命往那个门跑。所以他离得比较远，可能要等我一刀斩去。先上林中山的血。我找找状态啊，现在状态有点 low， 接 KITO 的活。正常正常，那个撞正常，没关系。双极限，又是一个双极限。双极限必须要拿到快才行啊，拿到快就好说，拿到慢就白给，拿到慢机械师就一开始就已经修很多了，问题所在。所以拿到一定要快，先知又开始跑了，追吧。赶紧拿刀，咬钢回，还好还好，拿到刀了，完了，不是放，还给呀、啊，没关系，这个装没有用，该转点还是转点。
盖吧。鸟死不给，我一直在算他鸟，他一直不给，那就不爱给。我想吐他一口再打的，没有机会了，卡不了双吐。没反应过来，黄鸟，靠反应躲我刀，这个人想继续守电机。谁挂着了？这个人没事。我还吐他一口，哎，完了，抢不过，打扰了，再见，楚天继续。狗日的，前方一口吐死，还有出丝了呀，节奏断了呀。板子还都没踩，
慢慢打，不着急，慢慢打。又想打杰克，又想打蜘蛛，又想打小丑，都想打。万一抓到磁铁，万一抓到磁铁，啊操！啥子复活点？还给复活点？鬼屋是我要抓的人，但是他一下就进鬼屋了，那就把板子给下了。哎，不愧是你，绕一圈，怎么了？没毛病。他这转点死了呀，都不用很多蛛丝，他估计给我打懵了，那就省一点蛛丝打。赶这个娃娃，这娃娃过桥了，我直接挂过桥就完事了。他过桥，我也过桥。
拿加速。我都一样，把娃娃上面也打。空军开完一台，佣兵在我这边，啊，娃娃没休息，赶紧去打佣兵啊！没有组长，就这样。死了呀！然后空军重新，空军再重新修，然后机械师会过来修。马兵没出，直接挂。拿一下机械师。他应该会就先救佣兵，就他，就他那里死了。哎呦，还给，他救吧。确实一吐死，人小心带走。佣兵还可以配一个空军的圈，看佣兵过不过半。过半了，佣兵空军还在修，直接走了。空军想走地窖，还在修，把充电丝吧。捞娃娃要捞就捞了，你是狗吧？投投投投投投投！哎呦，上分终极，终极慢，终极，终极慢上分，到现在才相当于打了三把，一小时打了三把，还给。还有一小时，还有一小时，能上到四阶三颗星，四阶一三颗星，算是打得很差了，三颗星都算打得很差，上到四颗星。四颗星五颗星算打得还行，上到五阶算打得不错。就第一天第一个半天，那能咋办呢？没办法呀，白给了呀，撞车了呀，撞车了就好。插眼也行，繁星也行，插眼吧，直接就打前期，不打后期了。全是这个弱点，咒术师开局挂机，咒术师开局撞脸，人点没人，调香师开局跑了。香水都不给我，心态崩。这么稳吗，老哥？
尿尿。天秀这个人，秀起来了。走位，抓人抓慢了。他不会回的，一般小忍师都不会回。三台机在点。小木那台应该是先知，原点可能是幽冥。我希望原点是幽冥，小木不是幽冥。好吧，小木是幽冥，往那边来。卡住，哎，我不该打双刀的呀，打什么双刀啊，没有双刀，双个锤子刀。那里应该不会起来很快，他们还要封一个人过来救。应该是要救的。等一下。来了。小子摸了，没子摸的。他如果来救，他就炸了。我不怕这个先知回血偷，这个先知偷不了。中间。他肯定要走位。没事摸的。然后去把先知宰，等他走过来就不好打无人。他比我着急，我不着急。他去摸人，他摸不了，但是他吸到鸟，快了。搞快点，搞快点。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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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四阶，我说五阶，五阶一，说五阶一。谢英语最兴奋、最成婚的李克。再就。走位。没人抓啊，开局。不亏。亏是不亏了。啊，亏了。给他转点。你到底是要往左还是往右走，兄弟？秒倒，应该算是秒倒。没想到，炸壶一下炸到他了。这个死死野还不想走，还想休息。想屁吃！这前锋应该会开球过来撞我。完了！跟他花了啥呢？秀啥呢，弟弟？转，一直让他转，跟他转。追，直接追就行。他这波不会交很多球。妈的，当我没什么。你球交完了。还拆我眼睛，你拆你拆，拆又拆不掉，还要拆，啊！撞，再撞，不着急。还是不着急。哎，怎么给他吸去了呀？给这个磁铁吸，给这个就魔术师。这两个人跑。追吧，肯定在摸，必杀一个，三个人在一起，把前方摸好，丢完了。哎，这个人没有磁铁。
级不够，这两个人不当人了，人也不救了，黄修。不救了，来了，直接锤。擦刀直接擦。有本事你就掏点球给我看看。还是个弹射，还是个弹射前锋。必定要走位。赛季初上分都是这样的呀，都是直接，如果看局是输了就直接来送了，很正常。我操！不不不不，给力，碰到铁皮了，全是军工厂，我操！能不能给我看一眼吴景春？我想他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眼？能不能给我看一眼，兄弟？终极男神。抢啥呢，弟弟？还得挂回去，挂着还不行，挂回去吧，挂回去骚扰一下他娃娃一下。噔噔噔噔噔噔说的是娃娃，说的是一起的，就会很烦。这种情况就会很烦。他来了，他来了。哎呦，强迫症犯了，打他干嘛？没有用，反正他又不救人。
这波要拦住了，不拦住就白给，不拦住电击修光了，心态不好。哎呀妈，这一个人来接无证，一个人来救，没有办法呀。中间的爱奇艺残疾，中间的爱奇艺应该是亲戚，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亲戚。我赶紧赶过去，来得及。小胡子台是，小胡子台是修过的，就差不多了。去中间，就用灭倒在中间。嗯嗯嗯嗯嗯，还有字幕。是人才，你也说。噔噔噔噔，能不能让我看看湖景村，求求你了，就想看看湖景村，不甚至连看一眼湖景村长啥样。去医院带圈挺不错的，把这个弄了吧。
插刀吧，直接插刀，加铁头。哎，铁头不用带的，带错了。不想带底牌，底牌没有用，反正底牌搞来搞去还要换上。谁啊？开局用兵，生态崩了，开局用兵。一个人，哦，先知开局求生台，追一追，追一追，先知可追。算了，不用低头，低头也没有用。死了。然后用命出人的台，有一个人借势在躲我。干扰一下进去，虽然倒得快，但是该干扰还是要干扰。直接锤。让他跑，他跑到废墟去修。我不修了，有没有救？有没有不想救了？让戒指来救。把戒指锤倒。再锤佣兵。他想卡白救，但是卡不了白。挡他一刀，撑过去。去传送，救不下来。下一个无人，晚一点的。调完之后还在修，我二也在修。调完师回去救，先锤调完师吧。到了，关窗，不关。把自己摸好，然后再来救一个。没去冲，兄弟。两个人在摸吗？没自摸的。
然后晚上再换个头像。怎么又是军工厂？我操！太崩了呀！双救人位这把他们会稳一点，应该不会瞄到。哇，这在这复活就更不会了，窝点很捞，看有没有，应该不会有往我脸上走的。其实直接跑门口，没用翻窗加速，没往里走，往外走。擦刀了，有一点亏。好卡呀他，他太卡了。幽冥修的是四合院，大宝是机械师，木屋是空军，应该是实在不行就大宝和木屋放过来，然后四合院的人过来修。这个人还有个鸟，但是他太卡了，网络延迟了估计。修，所以一个回可以直接打。啊。走位，打一刀，看他救下来卡不卡。他卡的话我就直接打，不卡的话等一个鸟。有误区直接打，上脚了不打。躲啥呢？我的乌刃都甩了，你还躲？然后好多，那两台机还在修啊，开了，我不知道空军是怎么了，先来木屋吧，先往木屋走，不过要装船头，他枪，谁过来？机械师再摸一遍。他不着急，我也不着急。哎呦，啥时候不弹这时候弹。
三连击啊，要死我！不守可咋整？空军没有自摸了。保持残血，一定要保持残血。看他还有活。哎呀！也是本体修完的台，然后再过来修，用一会过来修，先挂了吧，没什么药，然后把有病药打倒，不管是来救药伤倒，直接锤这个有病，没有空兵，还有一个。打了可以扔地上，扔地上，挂了，我去蹭一下，蹭个锤子，扔地上。这把你没加速了吧，兄弟？死不死？瞄起来，挂机也是，还不投？他娃还有电吗？摸箱子呢。快点啊！还是军工厂，我操！给力啊！露出苦涩的笑容。插眼也行，但是算了。我们复活点开始变了。
那地图还是一样的臭。妈了个巴子！又撞佣兵，再撞心态撞崩了。哎呦，好烦！我要输了呀，这样。两个巫人没敢白给，我还给他放出来，再搞，真的白给。好，三个，鸟还要给。娃好像没放，用英雄玩一台喽，人都傻了，不过用兵必须倒，不倒炸了。娃放出来了，知道他放出来了，那这波用兵倒了也。娃娃还能压机啊，佣兵还能起来啊，又得管佣兵，又得拦人，对。希望他没有圈吗？不是，希望他没有圈，希望电击修不完。别空刀呀，哥！致命空刀。看一首，用兵每次摸的没椅子，我操！我还能救人，我还能扛我二兵，心态崩了，把娃娃打了，不打娃娃不行。
不该这样的，应该打结实的。实则差一点，杀了你！他明白了，如果我追机械师稳平局，如果杀调教师有机会赢，就这样。但杀调教师有机会赢，也有机会输，也有机会平，反正都有机会。杀调教师就是多一个选择，多一点风险。我会看他爬的到底是有加速还没加速，好吧？他如果有加速的话，我回去就直接挂了，主要是稳平。给个末班车，给个末班车 ，nice， 哇，里奥回忆，军工厂不来了，里奥回忆来了，给里奥，嘟嘟嘟嘟嘟嘟。双击也是全杀刀算双击也是他这个人可能会换血徒一把其实可以带精神赌一把但是没必要不想带肯定是用命一救这个复活点往前走有一个人会过来我脸上他如果继续走的话就怕我不继续走的话就是
插刀，他没有任何机会扭开。他无刃，他有可能会扭开。佣兵位置我也知道了，小木。骑士位置我也知道了，先打佣兵，佣兵会来救吧，应该。还在修，准备过去压走，看一眼骑士会不会痛，应该不会。直接打一刀，打两刀，然后传送回去。打。游戏结束。说是在修这台，然后我二在修那台，佣兵倒在那，直接过来打中士。不是说是在修，我二在修。确认过眼神。耶、yeah! 整事儿回去，他本体要被救了，本体上如此被摸好了，两台完整，啊，一台完整。佣兵有自摸的，要被摸起来的。提前跑位的，佣兵倒在后面，没关系，我们还差三台。打扰了，现在不用晕了，心态不好。没骗出来，蓝色。不交，现在交不交？要死了。的一，等个传送，然后就杀佣兵，其他就不着急了。反正末班车已经结束了，送，搞快点也没有用。